我回来看你了，闺女年轻不懂事，你就不要怪我了。 石梯子沟村是河北山区中最远、最深的那一片。我爸曾是村里的民办老师，民办老师跟一般的老师不一样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，总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。后来，我爸当了村书记，民办老师出身的他，也把村民当成了他的学生、孩子和骨肉。 早出晚归，顾的就是两百多户村民的生存和生活问题。书记，你真打算在这山上种树？我看算了呗，这山太陡了，根本存不住水，下雨就跟下到玻璃上似的。你在村头百姓开荒致富，这是土质，你不是不知道。 啊，瞅瞅，都跟石灰似的，咋种树啊？这矿都挖得差不多了，污染又那么严重，要是能栽上果树啊，这些问题就全解决了。那可都是钱呐，还能造福子孙后代呢。书记，你说这些我都懂，都明白。咱先不说这果树能不能火，光这果树苗就得十几万，再加上人工费，杂七杂八的。 没个几十万下不来。最后啊，兜里扔到这山上。咋的？你不相信我能把这果树栽活？嘿，我呀，你慢着点儿。哎，我呀，我是不相信这破山。石书记，你脑袋瓜够用我知道，但揍啥非要跟老天爷对着干呢？哎呀，这该死的山！ 你这都啥呀？说啥呀？给他做个体检呢。体检？嗯。<笑>这北山是石灰矿，南山是绝户山，八竿子远的地方才能碰到一个歪脖的树。人家旅游看啥呀？啊，长城、故宫、九寨沟，咱村是一个没摊上，谁能来呀？就是因为咱们村没有绿色，没有景色。 才要造绿色、造景色，对不对？这搞绿色农业、搞观光农业，为啥呀？这说白了，它不就是为赚钱吗？咱村那石灰矿就挺赚钱，别的呀也不占，咱也不抢。这个石灰矿呢是不错，前些年呢给咱们村也带了不少的经济收入，但是这些年呢，我们把这北山也挖得差不多了，要照这样的速度挖下去，不过十年，北山矿石就没了。 那到那个时候，咱们村吃啥喝啥呀？这车倒山前的必有路，现在不是还有石头呢吗？那不中，咱这辈儿把矿都掏空了，到咱孙子辈儿掏啥去？不还得受穷吗？张主任的话说的有道理啊，咱们国家有规定了，这个小煤矿要取缔了，所以咱们呢得换个路数，不能再照着一门子干了。石灰矿污染太严重，大家都知道，人吸多了得肺病，咱村这些老病秧子。 谁别掏过矿啊？停矿，我支持书记。不过这栽果树，你也先不过，啊！大家想一想，咱们南山那1000多亩黄山，要是都栽上果树，那可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啊！到那个时候，咱们村的村民活得个个像神仙似的。到了秋天结了果子，那怕是数钱都数不过来呢。哎呀，我的老书记呀！ 咱也别说这没影的事儿，就那山还能种出树来，打死我也不信。信不信那得看结果呀，啊！只要大伙把劲儿往一起使，拧成一股绳，还真能变成真事儿。大家举手表决一下吧，啊！同意栽果树的举下手。 举手没超过半数，栽果树这事儿没通过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也别在家窝着了，啊！
出去走走，长长见识。明天呢，让张主任带着你们去石家庄的爆肚寨去参观一下。那个寨子呀，以前穷得要死，这几年靠旅游发起来了。啊，你们去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，怎么富的。有个实力在那儿摆着呢，回来以后大家好好想一想，跟人家比，我们是差在哪儿了？是差在土质上呢，还是地势上，还是差在我们思想？啊，中。今儿我就联系车，明早七点出发。中没？我爸当村书记，所有的事儿都是由村民自己说了算。形成了一般问题举手、重大问题票决、特大问题签字的村民代表议事组织。这种表决机制，虽然有时会让他的创新方案难以实施，但是村民们相信他，因为他这个家长总比别人想得多，想得超前。哎，你好，老张，张国荣他们交给你了啊！哎，好。哎，老师，我都找你四趟了，祖宗，你小支书咋比总理还忙啊？哎呀，我的吴大经理啊，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你要找的人不在这儿，在城里呢，你找我干啥呀？我就是个劳碌命，干不了你那穿西装打领带的活儿。哎，这么着，老规矩，年薪12万，给你30一厅的房子，这个厂你说了算，行了吧，祖宗？哎呀，老吴啊，你就别少找我了啊。79年，乡里要给我转正，让我当老师，我没有干。83年，乡里面要抽我上去当干部，我又没有干。大前年。有个厂子雇我当经理，我也没有干，为啥呀？我离不开这石梯子沟村，离不开这村里的父老乡亲，更离不开这块破石头地，我的根儿在这儿呢。你让我跟你到城里，我活得不踏实。行行行，你有理想，你高尚，可是你不为自己想，你也不为家人想想吗？你宁可让家人跟你似的，在这破山沟子里待一辈子？破山沟，老吴，我要把这破山沟变成大森林，你信吗？年末再给你30%的利润，够意思吧？我在这南山啊，栽满果树，啊，老吴，你知道一棵果树能长多少年呢？100年呢？行了，老师，你别做梦了。南山那破绝户山，要是能长出果树来，你把我老吴脑袋摘下来当球踢。一句话，去不去吧？就算是绝户山，我也得试试。我还真不信这个邪了。哎，老吴，你别，哎，你别走啊，老吴。怎么了？转个弯来了，是这样，我们村呢有2个人在你们厂里干的，嗯，一个姓汤，一个姓张，嗯，年纪大点呢，让厂里给弄回来了，你给开个绿灯呗。行，明天让他们上班去吧。哎，你看我的事儿没办成，你的事儿倒办成了。这口水缸是我和你爸结婚那天买的，用了几十年，就和你爸一样踏实，就是一把。可怎么到你这儿，总把自己当戏子儿呢？妈，这北山它不是聚宝盆，啊，你挖出多少石头来，它明年又能长出多少来？果树可就不一样了，你今年摘下多少果子？明年它照样长出多少果子来，还能一年比一年多。我知道，可是大家伙呀，只瞅到眼巴前儿，你也没办法。啊，还有，这吴经理叫你到铁矿当厂长的事儿啊，你寻思寻思。你在这山沟里过了一辈子，那小虎小易也像你一样啊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们要是懂啊。就上天行风行雨去，要是宠那也没办法了，那也只能在秸秆里磕冻了。当爹妈的得给孩子创造条件，那你去城里头工作，孩子也能跟着你过去。可你在这山沟里当书记，那就不一样了，亏着了你不说呢，还耽误了下辈子。妈，我明白了。这进城的事儿啊，你再寻思寻思。妈，土埋半截了，不怪你。可你想，
老婆孩子准怪你。我问你，素兰几天没跟你说话了？来来来，媳妇，我来。谁呀？啊，你是老虎啊！啊，城里面有楼你不住，有车你不坐，就在农村待着，在农村待着种树啊？你做梦吧你！我恨不得两巴掌把你吵醒了。媳妇儿，我给你出气了。我不生气，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？还是那句话啊，你要是进了城啊，我就不生气了。哎呀。城里多好啊，你说不是啊？农村多受罪啊！哎呀，可是要是万一进城当了厂长，干不好喽，咱可就一无所有了。你凭啥干不好啊？三村子里大点小小的事儿都能让你整得明白，啊？这到了城里你就干不好了。再说了，那吴经理又不是250，你干不好他能请你？哎，那关公还有走麦城的时候呢。你说。要是在农村，咱要是干不好了，咱还有块地、一块院子，咱种点菜，种点粮，咱还能活。城里就不一样了，一根葱，一瓣蒜，那都得花钱买。要是干不好了，咱可就啥都没了。哎呀，说的也是啊，干得再好，这万一厂子倒闭了，那咱就没退路了。哎，你啥意思啊？这闹了半天，你不让我进城了？哎，你少得跟我胡搅蛮缠啊！你说你是不是铁了心了，要在这儿待一辈子呀？没有，我这次听媳妇的，你说啥就是啥。我这到乡里去辞职去，到城里当那厂长去。哎呀，你给我回来！哎，干啥呀？干啥你？哎呀，你干啥呀你？算我出气了。来，苏兰，来。你歇会儿，我来。你呀，就跟这纳鞋底的麻绳一样，得给别人拧着个劲儿。大家伙说往东，你是非要往西，还要把那钱呢往那南山上扔。别人做梦都实现不了的事儿，你是瞪着个眼子要去干。你是不是中邪了？啊？妈，我觉着啊，这个凡事拧劲儿的事儿啊，在这世上都有它存在的道理，是不是？你就说这麻绳吧，他要不拧筋子，你那底子他能结实吗？你呀，啥时候能跟正常人一个劲儿啊？我挺正常的。哟，我闺女回来了，吃了吗？爸，啊，你给我换个工作呗，最好是做机关的。哎呦呦，你看看你，哎呦，最好是做机关的，你以为你想干啥就能干啥呀？啊，你爸有那么大能耐吗？你把大锁子整到部队去当兵，把栓柱子送到水泥厂当工人，把张燕送到学校当老师，还有那个大锁子呀，他体质好，栓柱子呢有钻劲儿，张燕呢是个大学漏子。你想想，你适合干啥呀？你在化肥厂不是干的挺好的吗？明星啊，你在外面认识的人多，就给咱小爷找个铁饭碗呗，啊？妈，啥是铁饭碗呢？自己的本事就是铁饭碗，你要是没本事，啥也不会，就是给你个铁饭碗，你都端不住。有多少孩子都不如我，你都给找了好的工作，怎么到我这就这么难呢？你到底管不管吧？哎，管，当然得管了。你是我闺女，我还能不管呢？啊，你不是要做办公室吗？考公务员去，那补习的钱爸出了，你想干啥爸都支持。但路
得自己走，啊。闺女，你看，孩子又生你气了吧？你。说要去找你去呢，咋着？听说你要占我的回腰，在这山上种树？啊！我说老师啊，你是出岔气了，还是哪不对劲了？就这山上能种树？那老白啊，你的腰怕是要占了。哟，你说的这轻巧，那是1000多亩的矿，几辈子都挖不完了。你要占了我的腰，那都是堵了我的前眼啊！你看你是书记，咱商量商量行呗？不行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反正是你掰动我的腰，要不我跟你拼命。要想种树行，你先栽活一亩地的树苗，叫我看看。你的树苗要能活，我都自己搞疯药。围山转，就是在25度以下的缓坡，按3-4米的行距，沿等高线开发1米深、1米宽。回填后呈2米的环山水平梯田，这超前的想法，就是我爸放弃厂长工作，非要实现围山转工程。只是这梦想的代价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和支持的。史明星啊！啊，李所长啊，化验结果出来了，啊，那土质的毛病到底出在哪儿啊？上船啊！哎，书记，这次带着大伙外出取经，整天起来，我不信啊！对这个栽果树有啥想法呢？看这个事儿啊，就跟喝了酒似的。当时参观抱肚腿的时候，一个一个红光满面，精神抖擞，都来劲儿了，恨不得连夜回家，自己房顶上都栽上果树。这两天酒醒过劲儿了，就跟前两天差不多了。过来，来，哎，你们两个也去参观了，对种果树有啥看法就说说。我觉得吧，这个栽果树啊，就像看中医似的，它见效太慢，好多人没听到见效，就换药了。跟这个石灰矿的不一样啊，它像西医，它见效快呀。这石灰矿只有挖完的时候，啊，果树可就不一样了，它年年结果，咱就当是在银行存款了，每年能收一成。这以前我也在南山试着种过。结果呢，2年都死了。你那土办法肯定栽不活。我这次呀，把咱南山的土啊拿去让人家化验了。人家说咱这土里有机质含量低，我特意请来两个专家，一个是土质专家李所长，咱南山的土就是他帮着化验的；还有一个就是果树专家，人家这果子呀还拿过奖啊。我这次把他们请来呀，咱们要跟着好好科学的学这个种树。咱们南山的土最适合什么样的果树品种，人家心里都搞清楚了，放心吧。那中。书记啊，啊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你们家有一根大麻花，
还有一罐生肉。这个大麻花呢，你吃了立刻就能当饱。这生肉呢，得煮一个小时才能吃。那你吃哪个呢？那你看我饿到什么程度了？要是我还能忍受的话，我肯定吃红烧肉啊！啊，又有营养又香，我吃那干麻花干啥呀？啊，现在咱们村啊，家家户户都有底子了，吃麻花那边过去了，该吃红烧肉了。红烧肉，好。咱们今天这样啊，咱们全村呢重新再表决一次，同意栽果树的呢举手。得了得了得了，别表决了，省点事吧啊。石书记，我给你打个赌，我赌你栽的树苗指定是活不了。为啥呢？你说你每天是上山刨坑平整土地，就那块地，你说你伺候它多少天了？它长了一棵苗啊没有，还不是光秃秃的。再者说了，在这黄山上栽树，能不能活得听老天爷的。你树栽的再多，栽的再好，它天不下雨还不得旱死，白费劲。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也请教过专家了，他们讲啊，这个果树就旱前三年，等长成树了，根部能存出水了，啊，也就不再旱了。关键是我们一定要挺过前三年，等长成菜了，咱什么都不怕了。吹牛吧，还三年，你先挺过这仨月再说吧。石书记，我信你，我做跟着你干。我也是。咱们这地方啊，比较适合栽桃树、栗树、核桃树。咱们栽这树看一下，这是个核桃树吗？对，核桃树啊，这是树啊，我就栽上了，来来。不好都掰出来跑了，一把年纪了，再落下个腿瘸的毛病，犯得着吗？我腿没事，你放心吧。
老白啊，这山上可是能存出水了，你也看到了，这栽树能够成活也没问题，你现在咋说呀？有本事，你一个月栽活什么都没熬，我看看栽不活，你都得认输。我说刘老白啊，你这是耍无赖啊？啊，你这是爷们干的事吗你？是不是爷们？我媳妇知道。 你说啥也没用啊！这个经过我反复实验呢，这个南山存水问题基本解决了，栽树成活率大大提高，这点大家放心，啊，绝对不会有问题的。皇上，嗯，让大家表个态。那既然这样，咱们同意栽树嘞，举手。 好，走。是如烟，和平，说你。 让外面听见了，还以为我欺负你呢。我宁愿让欺负，也不愿意让你遭这份罪呀！我想想都后怕。你今天是捡了条命，那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留上咱这一大家子老老小小，那可怎么活呀？和平，算我求你了，咱以后啊就消消停停过日子。 别在上山折腾。哎呀，苏兰呐，没事儿，啊，没你说那么严重。我天生命硬，经折腾啊。再说了，摔了一跤就不干了，啊？你让大伙知道不笑话死我了。庄稼人们哪有不磕磕绊绊的呢？吃饭还要被噎着的时候呢。你少得给我讲这些歪理论啊！正好腿伤了，咱们就坡下驴，这树不栽了，这事儿慌了。那个不行。 妈，那你说累了，还说呢？韦山川差点转出人命，刘老白也忒不是个东西，干嘛那么逼你？他那窑还是当年你帮他开的，王一福一不说，憋着劲儿的害你。我不管他，反正这开山种树我是必须要干的，我下决心了，啊，就是没人比我，剩下我一个人，我要干下去。你为村里人好。 可大家不领情，刘老歪又在里头横替竖咬的，你咋往下干？要我说呀，就按素兰说的，这树咱不栽了。再说了，十年树木呢，儿子？这种树十年二十年的才得利。到那时候，你多大了？你算一算。妈，我种树可不光是为咱们这一辈人呢，我更为小姨他们还有下一代。 我就信专家说的三年，三年以后，咱这荒山肯定能变成绿色。石明星，你能不能不整事儿？这采石场刚有点起色，你现在又搞什么荒山栽树工程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围山转整好了是政绩，整不好呢，那就是罪过。韩书记，不管咋的，你总得让我试试吧。 采石场那边，你挣点钱，不知道该怎么嘚瑟了，是不是？你非要捅个大窟窿，你才能老实。我还没干呢，你咋知道会捅窟窿呢？那兴许我捅的是个绿色银行的。你一定要干，我不拦着。但是你要好好想想后果。韩书记啊，这个事儿我翻了覆去的想过了，你放心吧。我就是整不好，他也坏不到哪儿去。哎，你可别得意啊。 我不反对，那不等于是我赞成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你还买辆汽车，要注意影响啊。韩书记，我可没有那么大派头。你也知道我们村离市里比较远，乡亲们有个病有个灾的，
怕没个车耽误事儿。那车呢，是村民的公用车和救护车，不是我个人的。你干什么我管不着，啊，听我一句话，回去消消停停过日子，别起屁。我看栽树这事儿啊，先别着急，好好论证论证，看准了再下诏令。这个往年农闲的时候啊，咱们村这些肯吃苦的人就到外面打工去了，啊，到饭店端个盘子，到搬家公司当搬运工，到铁矿去装车，啊，这个不愿意吃苦的人呢，就留在家里干什么呀？打个麻将，打个扑克。出去的人每天能挣个百八十块钱的，让人家经理这个七扣八扣刨去吃住，也就剩一半了。这个打麻将的人呢，那就剩不下了。我听说最多有输个二八钱的，啊？你说你辛辛苦苦挣那点钱，你几下子就没了，最后还捞一个腰间盘突出，啊？你别笑，啊！今年农闲就不一样了，啊！村委会给大家找了个娱乐项目，什么项目呢？栽果树，咱们分片承包，多栽多得，验收合格，当日点钱。这个咱们来个大竞赛，看谁家栽得多，谁家种得多。你说你能干那不中？吃骡子吃马，拉车溜溜，啊！各位，有没有决心改造荒山？有。下面我宣布。10月1日国庆节，咸安县大村乡石梯子沟村围山转工程正式启动。好。好，快快来。好，老师啊，咱们的赌可还没完呢，咋着？这10亩的树苗还没种上，这围山转都开始了，你非得种树，我也拦不住。可我的石灰窑你休想住。哎呀，老王呀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家那石灰窑肯定是要动的，啊，你说吧，你有啥想法就提出来，看村委会能帮你解决就尽量解决了。那好，我建窑时候花了5万。每年的收入是5万，甭多，你给我10万，我都拆。哎呀，老白呀，你可真敢说呀！啊，你那个窑烧了多少年了？那本钱早该回来了，那个建窑的钱就别算了。还有，你不烧窑，你哪来的钱呢？你不占我的窑，我不还得接着烧吗？要不这样吧。等树栽上了，你家要那片的树，全包给你。不中。万一果树都死了，我就剩一捆树杈子，那不中。老白啊，这人得讲理是不是？你甭说那么多了，你种你的树苗，我烧我的窑。到秋天，等果树都死了，正好我捡树枝子烧窑。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这1000多亩荒山，弄好了大伙欢天喜地，这弄不好啊，你可就成罪人了。这一家之主脑袋瓜子皮儿不能包，得看做主，不看做这个主，啥事都办不成。就你胆大足了，真。哎呀，不能再犹豫了，趁现在还干得动，有啥想法得抓紧时间实践它。怎么了？看你心情多好看呢，啊！是啊，真好看。我要让南山的果树结满像星星一样的果实。到那个时候，小姨还愁什么工作啊？还出去打什么工啊？在家天天数钱就行了。等村民们钱包都鼓鼓的了。我们带着孩子，带上老妈，带上全村的乡亲们去旅游，尝
想进山珍海味，有便时间。这辈子啊，我还能盼到那一天呀、啊。说说就当去过了。不过，你能说出这句话就中了。不光说，要做的，一定要做的。苏兰，你跟了我几十年，受了不少苦，也该让你享享福了。和平，你刚才说的这句话，你可记住了，我可等着呢。啊，放心吧，我们去的第一站是海南，我要带你看大海。相信荒山能变森林，连我奶奶和我妈都半信半疑，但我爸就这么不管不顾的带着村民们开始了围山转工程，迈出了开发绿色银行艰难的一步。同意呢，你们走就开干了。那韩书记，你答应过他呀？我啥时候答应了？你答应说整明白了再干，我整明白了，林业专家都来了。你别胡搅蛮缠，你小子搞这么大动静，这事要是搞砸了，你我可都吃不了兜着走。这事儿是我做的主，你就全当不知道了呗。哦，这么大事儿我不知道，我这书记是干啥吃的？那你说咋办吧？这都干上来，我说停下来，这乡亲们也没法交代啊。我就给你三个月时间，能栽多少栽多少，春节前停工。韩书记，你担心的是啥呀？这么多年，哪个村在荒山上栽果树能栽活了？哎，就你聪明，你是山神爷还是土地老？哎呀，真能撑！要不撑，那赔多少钱算我的？我不知道你，就存那么个小破房，你赔得起吗？三个月时间，春节前必须撤。你把钱都扬到山上，别再让老百姓整出啥意见出来。放心吧，韩书记，咱这就是为老百姓办事呢，他们心里啊比咱还有数呢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。史书记，史书记，不好了，边防运来了一伙人，在采石场闹事了，说咱那个采石场有一半原来是他们的。这王书记可真压不住场子，我这还没解决呢，他那边就来人闹事了。老李啊，你带着大伙接着干吧，我和韩书记谈点事儿，啊，一会儿我去找王书记。好。我听王书记说，他们找过县史之办，有证据证明那块地，民国前就属于白杨峪的。他想咋办吧？王书记跟我打过招呼，说下周一就来要地，不行就给他一半吧。这事儿要和平解决。那我们要不给呢？你有多大能耐？韩书记，我们村儿有民国时候的地契呢。哦，那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，那块地早就跟我们石蹄子沟一个姓了。真的？啊，我们村儿办档案室的时候，从下面手续上来的。怪不得呢，前天市档案局的李局长跟我说，你们村档案管理厉害，我还不信呢。韩书记，我们村啊还有清朝时候的地契呢，那可都是宝贝，值钱着呢。书记，张超和刘老歪打起来了，石灰窑。我是个柴，你能把我怎着？啊！我柴，我帮你柴。我你这个奶，
你拆个试试，有本事你把我也拆了。你要干啥？我就臭手啥呀？哎，臭手啥？张春，你臭手啥呀？他什么他呀？你还是个干部呢，去干活去。走，你们都快点的。老杨，别生气了啊！你说说吧，你到底是咋想的？没咋想，我就是不想让你拆。老白啊，这小煤矿是违规的，就是没有转上工程，国家也得让你拆，真的。环保局和法院找了我好几回了，要取缔这个小煤矿，我跟人家说了好多好话，人家才决定让咱自己拆。别犟了，拆了吧，啊！石书记，我对你呀，我是真没招啊。非要拆也中，再找块地，帮着我新建一个合法的矿，那是最对的。你看。我这人是最讲理了，又不讹人，是吧？老白，过分了啊！你别说那么多，我懂法。他法院要说我违规，让他来拆，我看看他咋拆的。哎，老白，你这不是拉横车吗？人家乡里的韩书记就给了咱三个月时间，你这咬咬什么拆？就算把国书拆上了，还不让那石伟给气不死？你这么做对得起大家吗？我不管你那些，你敢拆我的腰，我都敢炸你的家。老歪他人就这样，跟他讲法讲不通，跟他讲理他不听，跟他讲情吧，他根本就不懂情理。他这么一拖，三个月这树肯定栽不完的。对，你说老白啊，就是个滚刀肉，他媳妇儿都喊他活驴。对这种人，我们就得来硬的，软的可不行。咱们村搞这个采石场，靠的是什么？啊，大伙儿想一想，靠的是您呗。要是没有史书记，咱们这个村早就穷得饿死了。大伙儿说对不对？这个是我张罗的啊，有些事情也是我拍板定的。但是没有大伙的支持，我想我这个书记也是个光杆书记。啊，大伙说是这个理儿吧？这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可是这刘老歪这种村民，他不能代表咱们大伙儿啊。怎么就不能代表啊？啊，咱们村儿搞这个生态农业、旅游农业是吧？第一步就是种树。以后咱们的用土用地多统一规划，指不定还要占谁家的地谁家的腰，是吧？我在想，刘老歪这个事情要是搞不好的话，将来会打罗圈仗的。咱们干这个煤厂就是为大伙，这还没干呢就让大伙怨声载道，那可不行。着火了，快救火！
咱可以再修，只要你没事比啥都强。我舍不得那口缸，那口缸是我留给我的唯一一点念想。妈，改天我把那口缸再给你举上，啊，让它甜甜陪着你。妈，你说你还想要啥？你说。 儿子想办法给你买去。我啥都不要，希望你陪我身边，我就知足了。妈，你上山忙去吧，我没事儿。不，妈，走吧。我今天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家陪着你老人家。 害怕吗，死亡？去吧。妈，我怕。我怕你老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我可就是没娘的孩子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真不知道我该咋办呢。妈，咱的好事赶快打个头，你得好好活着。 你答应我，你得好好活着。妈，答应你啊，好好活着，长命百岁。嗯，妈，答应你。 嫂子，搁被子。川儿，真辛苦你了。哎，别说了，我哥呢？屋呢。和平，张川来了。书记，这事儿是不是刘老歪干的？别胡说。
天热，窗户也都关着，这炒的药啊自己着了。其实也怪我，这些药都是当时咱们开矿的时候用剩下的。我说是浇上去浇上去，就是没时间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是替咱们村保存这些炸药，房子才着的。修房子的钱，村里出。不行，现在钱没时间，人更没时间。这栽树刚刚开始，不能停下来。修房子的事儿啊，以后再说吧。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。你们住哪儿啊？书记，刚弄碎了，你还是得走啥？哎呀，买个猪头肉这半天，酒都快喝完了。老史，房盖找过来，我得看看去。你看啥呀？长得好。我说你会说人话呗，不会说就别说。他拆我的腰，老天爷拆他的房，天公地道。你知道大家伙儿背后都说你啥呗？说我一条臭鱼坏一国行。你既然啥都知道，为啥不往正道上走啊你？啊，四姐，四姐在家吗？哎。老李，这咋了？四姐，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说。你看我家房子也没了，我能凑合，我不能让我妈凑合。咱村里就你们家房子最大了，我想让我妈在你家借住几天，你看行吗？行。哎，等等，老师，咱老娘住我们家一点问题没有，可我有个条件，不能拆我的腰。那不行。你家的窑是必须拆，我老妈也必须住你家。哈，当书记就能想咋着咋着，我就是不中。妈，你先给四姐进屋吧。是，老爷，你走。哎哎哎，老外，刘老外，史书记对赞活咋样？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啊。啊，我跟你说，这回要不是村里给我报销医药费，还车接车送的，我这命早就没了。咱们做人可得凭良心呐！老白啊，我看你最近咳嗽的厉害，咱们村现在有车了也方便了，明天到城里医院去查一查，挖了这么多年的窑了，也把那肺照照啊！啊呸！我身体好着呢，拆不了我的腰，这我早死咋着？老白啊，这树马上就栽到你家窑那片了，你到底是咋想的？啊，你给个痛快话！我就是不让你动我的腰，想堵我的财路，也得问问老天爷答应呗。啊，你知不道啊？你房子着了，那都是报应，你不怕呀？刘老外，俺家房子着了，你还说风凉话呀？你还是不是人呢？你？哎呀，妹子，你咋来了？我给老史送饭，看见山上帐篷里没人，我就到这儿来了。哎呀，你看看。老史还没吃饭呢，你咋早说呀？你看，妹子也找你来了，你们一块都回去吧啊！你们快回去吧啊！走走，别走，就在这儿吃。四姐，哎，你今天做啥好菜了？俺俩可都在你家吃了啊，中不中？你们先进屋歇着，我这就去炒俩菜。哎。苏兰呢？带啥好菜了？让老歪尝尝。哪有啥好菜呀？咸菜疙瘩卤子，在藏房里地府做的。那面条。哎呀，老歪，一点都不酸，可香了。你尝尝。嗯，我尝尝。妹子，手艺都丢了，你这面条都不舒服你。回去吧，我再跟他聊聊。我不回去，你给我个嘴日子。啥时候盖房子呀？再等等吧，啊，等把那石木山上的果树子摘完了，再修也不迟。哎，老外，你给评评理啊！这自己家房子没了不管，要先管栽树。那你说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说的，这石木山不栽完树苗啊，就认输的。别说了，媳妇儿，我是蔚山镇的一家之主。
我不做主，我不实干，这一摊的事就办不成。行，那你在山上栽树，我去找人修房子。哎，你回来干啥呀你？现在乡亲们都在山上栽树呢，咱们家要是一修房子，大伙肯定都去帮忙。刘龙威，你丧良心！要不史书记，你能烧成窑了吗？你忘了是谁张罗开的菜市场？行啊，不是你家的窑，你说的忒轻巧。我的窑，我奏不拆，在这儿。其他人呢？知不道啊，就我们几个。有事啊，书记。休息一天，房子就修好了。哎，你下来，你大伙儿去到山上摘树去，我留下修房子。书记，摘树，你是内行；修房子，我比你强。你走吧。那行，那你让人去卖点菜去。晚上干完活，我请大家喝酒。喝什么酒啊？这么多人，饭得做到天亮。我看呐，干完活各回各家。这顿饭先欠着，来加把劲儿的，走吧去。三个月的苦干，一千多亩的围山圈工程终于完工。我爸带领着乡亲们修筑了60公里的水平沟，栽植了6万棵的柑、鲜果树，建成了1000亩的围山圈果园，1000亩的水土保持经济林，3500亩的荒山绿化，把南山真正建成了一个绿色银行。但是。又一个新的考验摆在了他的面前。从去年11月以来，咱们县发生了严重的冬春连旱，降水量呢是50年以来最少的年份。我们乡受灾最为严重，受灾最厉害的就是石梯子沟村，他们刚刚栽植的6万棵果树苗啊，那点把火都能够点着了。史明星吓得连开会都不敢来了。韩书记，史书记。得想办法。天不下雨，他有什么办法可想？你回去告诉史明星，不管想什么办法，就是哭，也要用眼泪保住一半的树苗。这还不叫报应？那树苗要是好栽，咱老祖宗几百年前都栽了。这老史啊，这回是弄得过了劲了。那树苗啊，都成了干柴火棍了。嘿嘿。老史啊，您看您说了半天了，我也很理解。给一个村的果树上滴灌，别说是在县里，就是在省里，也没有先例。吴局长，这个忙你得帮我，就算我求你了。那6万棵果树可是我们村的希望和命根子啊。哎呀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我给您出个主意。啥主意？去找雷县长。呀，这在县可使不起力啊。雷县长。
我们村的那个围山杖工程，那对我们来说那也是史无前例啊。李县长，我知道您在大崔庄乡工作过，那儿咋说也是你半个老家不是？现在老家有困难了，你得帮这个忙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请喝水。好好，咱们县呢，山多地少，你们村的围山杖工程是个发明创造，这是改造荒山面貌的好办法、好典范，给全县带了个好头啊。这样吧，县里财政再困难，也要保住你们这个工程。这件事儿，县里特事特办。你办不成的事儿，不是我能耐大，是咱们摊上了一个实干的县长。快去找我大伙儿吧，快去。未切除手术，手术很成功，你们不用担心。我爸在医院躺了七天就出院了，他惦记他的树。虽然天灾算是躲过了，但是人祸却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。蓄意破坏，那报警吧。哎呦，咱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。啥啊？在拔掉树的地方再栽上。小平。都三个月没回家睡觉了，也没吃上过一顿正经饭。这村子里啊，也不止你一个干部，让年轻的来替替你就不行了。我不回去，我回去更不踏实。
现在就进行，会议的最后一项罚奖啊。今天呢，不仅有奖状，还有奖品。每户的奖品是价值360块钱的电饭煲一个啊。秦桂来，奶奶。石书记，这哪儿来的电饭煲啊？秦桂文，哎，买了，欢迎。是我用转班的钱买的。张唐，哎，没跟大伙商量啊。张桂文，这是咱集体的事儿，你。王占志，应该花咱村委会的钱。张桂梅，春儿啊，咱石体子哥能有今天，张玉都是全体老百姓辛辛苦苦耕种来的，这个荣誉属于他，家家都有份，不是我一个人。不中，不中数。山上的果树苗你还欠着钱呢，咋还能让你掏钱呢？借钱才有动力嘛。我满脑子这些想法都是一个字儿，穷字逼出来的。去吧，去忙去吧，找回去吧啊。书记，石书记，书记，啊，怎么了？不好了，二杆子从山上掉下来了！啊，掉哪儿了？北山那边的。哎，赶紧走啊！书记，哎呀，书记，没事呗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呀，书记，你回去吧，就有我们几个呢，杆子一定找着。是啊，不行，见不着人我不放心，赶快找，赶快找去，快走。杆子，杆子，你在哪呢？石书记，杆子在这呢。杆子，杆子找到了，快下去，快。杆子，杆子，你没事吧？师叔，有人拔咱们树苗，在北坡。你看的是谁了？好像是老外。快，送医院去！快，哎，快送医院！快点，慢点，快点，快点的。哎呀，给我找风吹吧！哎呀妈！说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还上山上跑，你这不找死吗你？我就是不能让他们栽成树，他栽成树，我的腰都保不住了。这会儿你遭报应了吧？你着了凉，发着烧，看你还有劲儿干坏事没有？哎呀，叫你倒口水，咱这么多废话呀！哎。史书记，瞧你干的那些个事儿！他走了。干什么呀你？咋呀这是？啊！我跟你说，他就刨了我的祖坟，也得先给他治病，这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你知道吗？不说，我还是觉得。谁干都中，揍他不中。凭啥呀？凭啥给这样的人看病啊？他不肯拆药，不肯种树，啊，这是他思想落后。他是跟我对着干，可他是不是咱村人呢？是咱村人就得给他治病，先治病，别的话以后再说啊。走吧。四姐，收拾收拾东西，上医院来。姐，你安心给他看病吧，啊，家里的事呢，有素兰呢，你就放心吧。
老师，啊，啥也别说了，赶紧看病吧，啊。慢点，四姐。文川，注意安全啊。知道了。哎。书记，咱们成功了。书记，咱们成了。成了。结果子呢？结果子呢？我一直相信，这世上没有我爸做不成的事儿。他认准的事儿，立马就会去做，直到做成为止。那些年，农家乐、乡村游，在全国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，我爸就带领着村民们大张旗鼓地做起了观光旅游农业。正好，小姨呢，就想在化肥厂干了。咱们家的饭店开了以后呀，你就回来给人当经理，让你妈当厨师。我不开饭店，我要去城里上班。嗯，你是中专毕业生，回来干这个经理是正合适的。那城里的大饭店的经理还有本科生呢。我不干，爸，我要去事业单位，人家刘燕都转事业编制了。你不去城里也就算了，别把着孩子，让孩子出去见见世面。妈，我不是把着他，我是说这城里的博士生、大学生太多了，像小易这个中专文凭吧，在城里怕是很辛苦。爸，谁家父母不管自己孩子？可你呢？你啥时候管过我们？爸没有不管吗？啊？我说你回来当经理，你说你要到城里做办公室，你让我咋说嘛？小车大众的工作您咋管的？哎呀，我就是给他们找了个适合他们的事儿。不找算了，我辞职去外地打工。哎，小易。哎呀，小易！哎呀，你爸就是在乎，也不会给你往坏道上指。哎，我说，你要是实在不想在村子里待呀，就让你爸给你换份工作。那别人的工作他都找了，也不差你一个啊。那段日子，我都在想，我爸会不会给我找个工作？会给我找个什么工作？一个月有多少工资？最后，我知道他固执地叫我留下来开饭店时，我赌气辞职，决定去北京打工。谁曾想，那一别，竟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，永远的痛。我走的那天，正是石梯子沟村第一个游船码头、第一家饭店开业的时候。乡亲们，现在我宣布，迁安市大崔庄镇石梯子沟村明星饭店正式开业了。
奶奶，我要出远门了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。怎么这孩子咋那么心急呢？你爸说了，会给你找工作的。跟我爸说了，等他给我找到工作，我再回来。好啊，你爸他忙忙。你们看见小易啊哪儿去了？没看见呀，是不是在家呢？在家走什么呀？今天饭店开张他还不来找不着我。你说这孩子真是……哎，小易，妈，小易呢？他走了，出远门了。出远门了，说是去北京看看天文，刚走，说给你说了。你说这孩子他咋就沉不住气呢？饭店开业怎么不去啊？闺女啊，今天咱们家饭店开张，你这个经理也不去张罗，咋就走了呢？爸，谢谢你给我安排的工作，可我不喜欢。再等等吧，啊，再等两天，爸爸手头的事忙过了，我到城里给你跑工作去。爸，我都听够了，您还没说够吗？你给我安排工作，说说就算安排了，我就是再等十年，您还。不像张燕是一个大学漏子，更不像小春和大钟，因为他们不是你的孩子。闺女啊，爸这些年一直忙村里的事儿，对家对你没有尽到责任，对不住了。可爸是公家人，为公办事儿理不通啊，百姓不服我心不安，有好多事爸要去做啊。爸，我可以理解你，您去忙吧。让爸送送你。
誓，我宣誓，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遵守党的章程。咱们这次观花节的主题是16个字：赏花踏青，快乐出行，平息管有文化传承。现在我宣布，前安市是笛子沟村第一届观花节正式开幕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咱给书记让条道，送书记上路啊！这个人啊，啥都好，就是说话不算数。你答应妈给他送终，答应小姨找工作，答应一起去看海。为了这个村，为了围山转，天南的事你都能办得到。偏偏答应我享福的事儿，你是办不到，办不到了，办不到。